OK， 那么接下来呢，这首歌曲呢，要送给我们现场朋友们，因为呢，我得知这里的朋友都是喜欢听一些比较高难度的歌曲了哈，所以呢，这一首歌呢，特别要送给我们关南的朋友们、青龙宫的朋友们，这一首《趁早》送给您，喜欢你会喜欢。来，老师，音乐可以及时的响起了，谢谢。那么我们现场朋友们要听些什么歌曲，可以尽量的点上来哈，谢谢你们可爱可爱的掌声。来，一首《趁早》送给您，喜欢你会喜欢 ，Thank you。再来一次，掌声大声一点点的，可以吗？一、二、三。哦，谢谢你们的呼喊声、掌声，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《趁早》送给您。等下我唱一米一个给你听啊，你叫他妈等一下，呵呵。到后来才发现，爱你是一种习惯。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，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，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谢谢。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我等下才喝啊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从为你贪字为你心暖，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去心里带着伤。
不像样，像飞猪要追赃，我没人要飞呀，一起流浪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就是为爱苍茫，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。若人心太难明了，想念的要睡不着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掌声一下，哦，谢谢你们 ，Thank you， 我这个。